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的花旦演员王静。我的粉丝呢都亲切地喊我静主，但是呢我也有我的烦恼，今天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的烦恼。我有想过我可能会是医生，会是老师，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从事戏曲，成为一名越剧演员。我记得我十六七岁的时候吧，我妈妈刚好认识了一批朋友，可能都是唱越剧的，所以她那段时间天天在家唱。然后我说，哎，你这天天唱了我都学会了呀。她说她不信，那你唱给我听听。我说好呀，我就随口唱了两句她经常唱的彩姑花镜。然后我妈妈听了以后就说，哎，我都没有教过你啊，你怎么会唱，而且唱得那么好。所以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件事情，让我从上海到杭州去学了越剧，开始了我的越剧生涯。到了学校以后就是啊，其实唱越剧没有我想的这么容易，不是唱唱就可以了，就是我的基本功这一块就是我比较硬，所以就是花的功夫呢要比别人多很多。老师也是对我很培养，给我学习的剧目都是文戏里面带武的，不是纯文戏。比如说披官他有倒僵尸然后从桌子上翻下来，那像我的话胆子也是比较小的，不太敢于去翻啊什么的，所以我就是每天五点多起来去练功房练，疼啊，然后也很想放弃啊，哦，我真的做不到，就是也会有负面的情绪。也是一次一次一次摔到后面就是不怕了，就我习惯了这种痛。虽然我学的比较晚，但是我一直都觉得人生节奏晚一点是没有关系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进团以后我给他们配戏，当时可能是一共六个折子戏，我就要配三个，等于是别人在演的那个我就在抢场。王静，王静，现代戏啊，近代戏啊，古装戏，等于是从头换到脚的，而且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强度的一个演出，对我，后来的一些在舞台上的呈现都是有帮助的。进团以后也演了比较多的一些戏啊，像《双将接亲》里面的陈山虎，《长乐宫》里面曹慧娘，《天之娇女》里面的尉迟艳娘。还有《祥林嫂》当中的祥林嫂。就是虽然他们的人物个性是不同的，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受欺负的，所以一直以来我演的都是一个受气包。然后每次听同事说，哎呀，演这种欺负别人的这种角色特别过瘾啊，因为有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够过瘾，我也很想就是有这种就在戏里面可以欺负一下别人这种很爽的这种感觉，这也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愿望吧。P
平时呢，除了在团里正常的演出工作，还会担任一些主题曲演唱啊，乐歌的演唱。通过录音棚里面的这些录制乐歌主题曲，对我在演唱方面是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的。我一个人在杭州，那我妈妈在上海，她呢每次都是一个星期过来看看我，给我烧饭啊，然后烧很多菜。喂，呀，哎，妈，哎，我回来，哎，哪个啦？今早蛮好。我像最近特别忙，那我妈妈呢，她就等于是也不两边跑了，其实她也特别辛苦，两边走动。所以他就长期住在杭州照顾我，不管工作当中多忙多辛苦，但回家以后总是能看到一盏灯为我亮着，这种感觉是特别温馨的。啊，好了，晓得了，嗯，马上回来了，马上回来。所以呢，就是当我没有工作的时候，空闲的时候，我也会尽心去陪伴妈妈，带她出去玩。去外面走走，因为我妈妈最喜欢旅游了。虽然我进团以后就是演的一些角色都是受气包，但是我们在戏曲的舞台上一些真善美的角色，它是都会经历一些人生的波折，就跟我们人生一样的酸甜苦辣。它可以指引我们，向善、向美，给予我们正能量。所以呢，我也很荣幸可以去演这些角色。所以受欺负就受欺负吧，我也非常的乐意。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的影派小生汪周格。我呢很容易放飞自我，那个时候会选择这个戏曲，其实并非我本意，我就是冲着这个父母说，这个戏曲表演啊，表演以后是可以做明星的，做明星啊！当时脑子里想着，哎呀，做明星好呀，就可以在电视上面上电视啊！当时是这样想的。那我说，哎，这个可以去试试啊。其实心里是排斥的，因为小时候听到越剧就是那种草台班子那种搭台的那种印象，但是想着可能，以后可能可以去往其他方面去发展啊。那么就这样进的越剧。那个艺校里面是经历的是肉体上的折磨，因为每天要下叉劈叉，但是哎呀，自己选的路再苦再累都得走完它，所以硬着头皮就坚持下来。然后那个时候啊，就慢慢的对越剧慢慢的有所改观，因为来教我们的这些老师都是专业剧团的，那么他们展示的这个越剧展示的这些表演都是有一定的水准的，所以慢慢的经过熏陶，我发现越剧其实是有它的一定的魅力。我们艺校老师叫华伟强老师嘛，就是给我们上唱腔课，每天早上起来就是花轿临门，每天练，起早练，刷牙练，走路练。然后包括进琴房进排练厅都会练，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开始嘛，没基础的嘛，就每天真的是鬼混了哈，但是自我感觉还挺好。
怎随听他。可能说自己天赋也不好，这个所以艺校里面的时候出现了破音，就唱每天吼嘛，嗓子可能就被吼坏了。记得很清楚啊，是断桥的那句最后一句，我是贼，这句开始破音的。以前这句是它低调是蛮高的，我是贼，我就是那个西字开始破音的。以前是从我是就在破，以前就是我一下就找不到位置，就然后你找不到位置之后呢，你心里会有阴影，一唱到这里一下就破。好，从此以后这个西呀，就是它的韵母是一嘛，有关一的这种闭口音基本上都会破了，它就是会形成一个心理障碍，一系列的这种破音就出来了。那个时候就反正这个破音就是带着进入到了剧团。我们单位的那个周云娟老师，就他呢可能就是特别喜欢打抱不平，就是哎，你们说这个演员不行，我偏要去看看，就是帮他一下看看能不能行，这种感觉。他给我排了一个汉文皇后的认地，这个过程呢当然嗓子还是一直出现问题，经常破。然后周老师呢就是经常鼓励我，就是给我信心。他说没关系，你破了不要紧，情绪哪怕在情绪里面破音都不要紧，慢慢自己也会找到点方法。那段时间就是每天长时间的练这个录音，因为录音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录下来之后自己听，可以听到这个是哪一句不足，就反复的去练习这几句。也是通过那一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差不多一年吧，唱吧里面的作品大概有个40-50首，所以那段时间就感觉就对我的提升是蛮大的，慢慢的对这个唱腔上面有一定的理解了。我为什么苦聚不离，游子吟里面我真的其实对我的帮助是最大的，就是说跟以前完全是脱胎换骨了，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是游子吟是当时是杨导来排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导演助理，也副导演是邵燕老师还有周云娟老师三个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个剧组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三娘教子啊。正因为就是舞台上就是演的这些角色啊也好，包括经历的这些之前经历的一些经历，然后慢慢的就是我对这个表演也产生了一定的兴趣。其实本来呢是一个慢热的人，熟了之后就特别容易放飞自我。我经常会跟我的现在这个外号叫富贵的这个兄弟啊，就是经常去玩剧本杀，拍一些小视频啊。这个剧本杀呢其实又可以放松自己的心情，又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演技，就是感觉是工作娱乐两不误的了。我和我的好兄弟富贵呢也会去拍短视频，而且我们拍的时候有时候我能够把我此时的心境放飞出来，所以真的特别的有意思。在舞台上的我可能是像长乐宫里的宋红一样刚正不阿，或者说又是游子吟里的孟郊温文儒雅的一个书生，或者又是现代戏里面刘国志那种英雄气概为信仰而死。在生活里呢，而我又是可能是一个特别二特别逗特别能够放得开放飞自我的一个当代青年。
可以说是体验人生百态，完全的把自我给放飞出来。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徐琼。我呢是主攻原派艺术，青衣类的比较多，人家称之我为最有气质的老太太。我呢是从13岁进入诸暨市培训学校，学习的越剧。那么学满2年以后呢，我就进入了诸暨市越剧团参加了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呢，我自身的条件不说很差，就是比较一般，不是特别的出挑，很胖嘟嘟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分配给我的是学习老旦的这个行当。身为国泰越剧会男子，因为毕竟小嘛，还有是抵触的心理，不是特别的喜欢。后来进入团里以后呢，其实也有些改变。以前我们刚刚进去的时候剧场演出，那么大多数的呢还是走群众这条线会比较多一点，就是下乡，很多一年到头可能会演几百场。我觉得这种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当时我进诸暨剧团，我第一个戏顶角色的戏就是珍珠塔里面的，就是方清的一个母亲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戏份是不多的，只有一场戏。其实他也没有华丽的装扮，但是我这一段唱每每演出我都能够换来掌声，他们就说就唱得特别好听，就是说我是最有气质的老太太。我就觉得那这个可能也是我努力的一个小小的回报。进剧团以后也是参加了很多的比赛，那么印象比较深的那就是韵争锋。比赛剧目是《祥林嫂问天》，主持人也就问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个形象呢？他当时还说了一个字眼，他说就是选了这么丑或者是这样一个形象哈。然后我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丑吗？我说不丑啊，我说戏曲人物小生花旦，对，有他们的美，但是像我这种形象，你的人物感觉到位了，它就是美的呀。嘿，儿子，我其实有一个很可爱的儿子，因为像我们这种特殊专业嘛，
有时候需要外地演出啊，甚至十多天回不了家。如果排练紧张的话，可能就是很久都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哎呦，说起儿子我就觉得特别有点酸酸的。家庭给我的温暖呢，能让我无论多辛苦都能一直这样走下去。我觉得生活跟我们舞台艺术也是分不开的。当然从生活上面呢，有了这方面的体现，我可能在剧目的创作上、演绎上就会更加的生动。像游子吟，在舞台上面我也会想象演员母子之情，然后从这个剧目里面反射出来，我应该作为母亲，我应该怎么样对待孩子，生活上也好，舞台上也好，去做好母亲这个角色。我在2020年来浙江豫剧团之前呢，其实我在诸暨豫剧团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领导吧。我是我们诸暨豫剧团的副团长，当时人家其实也会很意外的，就说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领导不当，你要去浙江豫团当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演员。我觉得我的工作，我喜爱的事业，必须我自己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开心的，我是幸福的，是母团成就了我。到浙江豫团呢，我是觉得因为有更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应该会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大的舞台能让我施展我自己想要施展的东西，所以我就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来到浙江豫剧团这样一个大平台。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应该要去体验更多的一些人物，这些老太太也好，这些青衣都是为我今后能呈现更好人物、更好的一些艺术作品作为一个基础，这样才会更丰富。称之为他们说我最有气质的老太太，或者他们会说哎，最美丽的花旦。Oh,
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豫剧院浙江豫剧团的百变小生潘凯辰。我学习扮演了非常非常多的角色，有文武生啊，金生啊，穷酸生啊，甚至是小武生。但是我第一次上台连转身都不会。我2007年刚刚开始学戏的时候，当时唱腔的老师觉得我的唱腔越剧唱腔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还不错，我的老师华伟强老师就让我去参加一档节目叫做厨分真名。当时是刚学戏不久，我身上的动作啊，戏曲的一些基础的一些身上的一些身段啊，都是一窍不通。就是在老师在给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我是全身都僵在那儿。我的师父华老师还会去回到家里啊，他就会去跟我的师母说，哎呀，你那个老乡啊，哎呀，天天连个转身都不会。我的老师还学给我的师母看我在排练的过程当中的一些窘样。毕业之后，我学了很多不一样的角色，演过皇帝，胆小懦弱的安二臣，图谋不轨的长沙王等等。我最得意的也就是我那个胭脂。因为是第一次演这种官身戏，当官的这种威严也好，或者是那种当官的这种气质也好，导演他就是觉得通不过，然后就一直让我来，不行，重新再来，重新再来。我记得非常清楚，最起码有来了40多遍。导演也没有跟我讲你哪里做得不好，你哪里不对，反复的反复的反复的，就会觉得哎呀，又来一遍又来一遍，刚好就是这种一瞬间的这种感觉，带着情绪的来了一遍之后，哎，导演说对，就是这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导演是要求我要我自己瞬间抓到的这种感觉才是你最真实的。单位的胡庆余堂，然后我是演胡雪岩的儿子。我其实内心是非常激动的，因为跟老演员去演戏，他会激发出我内心当中更深层的一些东西。华老师他演我的爹，他当时的眼泪和真的是曾经赴阿草，然后我就看到华老师这种状态，我的内心也非常，我整一个人也是就被镇住了，感受到了这种父爱的这种力量，眼泪也会把它飙出来。大翠慈心，老戏骨的这种感觉就是他引领着我，就是一步一步的前进。我有几个好朋友，虽然他们以前不是戏迷，但是他们看了我的戏之后，给我做了一个合集，就叫百变小潘潘，就是什么角色都有，也有生活当中的我，也有就戏里面不同角色人物的这种台上的这种状态，给我剪辑了一个小视频。对，这个我觉得也，我内心也是非常激动的，其实也挺喜欢他们做的这个小视频的。我生活当中呢，自己也会比较喜欢跳舞，就是我不是属于那种有专门学过的，就是一听到音乐，就是娘胎带出来的一种节奏感也好，或者是律动感也好，我私下也会，哎，一听到这个音乐，哎，还会跳几段舞蹈。
然后我们最近在排的那个新戏《天道正义》里面当中呢，我演那个韩琦这个角色，大概有十年吧，没有碰过这个有单刀的这个戏，这个角色恰恰于就是使刀的，我就自己心里就会安慰自己，哎，应该要就因为这个戏，我要好好的再把这个刀的功夫再使起来，因为为了以后排到什么戏我都能用，是吧？要体现我百变小潘潘的这个称号。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的青年花旦演员刘丽英。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公主专业户。小时候经常会看越剧电影啊，越剧电视剧。我那时候看的第一部越剧电视剧就是《天之娇女》，当时对那个高阳公主印象还特别深，冥冥之中注定的，我感觉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就是在单位里面演了有三个公主，有一个是打金枝里面的君蕊公主，这个公主我还蛮喜欢的，她其实是年纪比较小的，又可爱又任性的那种，平时会去观察那个小朋友们的那种发自内心的那种天性。接下去演的就是一个长乐宫里面的那个无阳公主，这个角色她特别的霸气，跟前面的公主也是截然不同的。后面一个公主就是天之娇女里面的一个高阳公主，在我们单位的话已经是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在排练的过程中呢，也会碰到很多困难的，就是抓不到她那种心思，我演起来可能会像那个就是小丫头，气势们也没有的。后面我就去找了周老师，周云娟老师，给我做那种示范啊，就是慢慢的才能找到。就比如说他里面第一场就是有一句他对武媚娘说的一句话，周老师没给我扣之前我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说我与太子说话，后用你来插嘴，你算什么东西。我一开始是这样子演的，然后周老师说，哎呀，你这演的什么呀，简直就是个小小乡下丫头，就是那种渣渣婆在外面吵架一样的。然后他给我做了示范之后呢，我后面演的就是我与太子
说话，何用你来插嘴？你算什么东西？就是他说话说的不响，但是特别的有分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就是干嘛都是，就是鼻孔对着人家，人家都觉得我脑子有问题了。我演了这么多公主啊，就是有娇滴滴的，有男人像的，然后还有那个高阳公主这种大反派的，但是我生活中是跟他们反差还挺大的，也是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这个90后的女孩子。平时嘛也喜欢画画，然后还喜欢画一些团扇啊，就是我们就会拿着画自己画好的那些团扇拿去练功，然后就特别的起劲。然后我会把这些自己画好觉得还挺好的就送给老师。在2016年的时候，剧团推荐我就是去做这个G20峰会的宣传片拍摄。我当然觉得很荣幸啊，就是我有机会向全世界介绍我们这么美好的传统文化，这个粤剧去介绍给他们。作为戏曲的青年演员，就是我们应该去努力的让这个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去相适应，跟当代社会去相协调，让我们这个有一点点失落的这个传统文化重新能够回到大众的视野中。演了这么多的公主角色，就是一方面是考验了我自己的演技，就是去琢磨他们角色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就是也让我体验了一把他们人生当中的这种过程。希望在演出的时候大家多多的关注，然后来多多支持我们的男女合演。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浙江小百花粤剧院浙江粤剧团青年演员王伟嘉。有很多朋友称呼我为贺小六，也有朋友叫贺老六。那么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贺小六的坎坷经历。因为从小成长在一个梨园的世家，父母都是做戏曲这一行业。在7岁那一年，跟妈妈同台一起演出了一台戏，叫做《十八相送》。我记得当时，那一年，那个牙齿还没长齐，那两个小门牙还是漏风的。在大概8、9岁的时候，
我参演了《九九女儿红》的一个微电影的一个拍摄，我在剧中扮演了一个男主人公，可能就是成长在这么一个艺术的大环境下面吧，才使得我从小有这么多的舞台实践机会。到了六年级，同学知道我喜欢越剧，他们觉得哎，你一个男孩子居然喜欢越剧啊，这不应该是女孩子喜欢的东西吗？当我接受到这些信息以后，作为我来说也是非常抗拒自己再也不想接触这种东西了也不想让人家知道我妈妈是做越剧这一行业的。那么几年就再也没有碰过越剧。到了初二的时候浙江越剧团到我的家乡来招生，当时的妈妈在艺校里面当老师，打电话给我说哎，要不你来试试啊，就当做玩玩嘛啊。那么当时去考了，在路上的时候妈妈教了我四句唱腔，应该是这么唱的吧，也是那一声剪刀刀上送你归，你是佳玉小菊梅。哎，最终是以专业分第二名的成绩呢考进了艺校。2007年进了艺校，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不知道怎么跟新的同学老师去交流。在学校期间经常听到人家说你王伟家做得好那是应该的，你王伟家做得不好那是不应该的，因为你父母是做这一行的。这些信息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压力。其实我以前性格内向吧，但是我感觉我心中永远有一份就是好像不服输。所以说有压力啊也蛮好的，它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动力，这种动力就一直伴随着我。在毕业的最后一年要排一个毕业的折子戏展演，老师给我安排了一折戏，它叫做祥林嫂洞房。那我在剧中饰演了贺老六。当时安排指导我的老师呢就是我现在的恩师张伟忠老师，他来给我上的第一堂课我至今是非常记忆犹新的。他就说眼睛是心灵之窗，就必须要从你心里所想的它能直接的反映到眼神当中怎么让观众看到你心里所想，你必须真听真看真感受。在一次一次的排练当中我也是跟着老师一板一眼的跟着他的，他做什么动作我做什么动作，就是把整出戏都学了下来。直到有一天在排练中我演到一半的时候，老师就热泪盈眶，他已经眼泪在眼眶中打转了。我在演完戏以后呢我问老师，我说老师你为什么哭了他说伟嘉我被你感动了。当时对于我来说就是震撼，我内心当中就感觉一根神经就被触动了我也跟着他一起哭了。正因为老师这一点举动这个感动而让我对表演更加的有信心，正因为这一点点的信心他的积累使得我提前跨进了这表演的大门。演完了这段祥林嫂洞房以后呢，同学朋友都喜欢叫我贺小六。但是我还记得那么一句话，曾经老师对我说过，伟嘉
现在你只是在模仿老师，我希望有一天你能演一个属于你王伟家的贺老六。这句话就一直记在心底。那年毕业了，进了院团，剧团就给我排了两部大戏，一部是张玉娘，一部是天之娇女。我在张玉娘中饰演张玉娘的爸爸张茂。张生两家亲上加亲。我在天之娇女中饰演老皇帝唐太宗。当时非常不理解，我是演小生的，你们给我排了老生这么一档角色。当时内心非常的矛盾，非常的冲突，就是也非常不安，哦，生怕自己以后再也演不了小生了。在我心里面当中，我还是非常爱小生的。那么当时也接受了这些安排，但是正因为这两个角色，使得我在艺术道路上、艺术生涯中有了质的突破。这两个角色给予了我气质的提升，让我在戏当中演角色当中更加的沉稳老练，也使得我的戏路更加的宽阔。所以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点的积累，使得后面我排演大戏《祥林嫂》给予我太多的帮助。在排演《祥林嫂》的这个期间，看剧本的时候，重新对贺老六的动作、贺老六的台词有了一些全新的理解，不再是去跟着老师一板一眼的去做，就是很多融入了我自己王伟家的一些思想。排练中呢，也会遇到一些很多克服不了的一些情绪转变不过来啊，对人物理解啊，感觉这里特别不舒服。那这个时候呢，我有时候经常会到一些市井小巷啊，去寻找那些烟火气息，去观察当时这些小人物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去寻找灵感，变成我王伟家的一种表演方式。老哪，老哪，老哪。祥林嫂在公演的时候，当聚光灯打在我脸上，在舞台上的那个时刻，我觉得真的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站在舞台的最中央，真的觉得自己从贺小六变成贺老六了，也正是因为这种种的积累，才让我突破了自己，不再去模仿，成为了我真正的自己，也变成了现在我越剧演员王伟家。戏曲最青年，我们正年轻。我是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院浙江越剧团的青年演员黄建勋。一些戏迷朋友看过我的戏之后给我写戏评，写的是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所以呢我的戏迷朋友们就会称我为公子勋。作为余姚人，就说还是非常热爱养兰花的。
就是我从我的老家四明山里面我挖来的一个山上的野生的兰花，我想把它分下来一点送回山上去，让它回归它自己的老家山林里面去。我觉得兰花它很随性，很洒脱，不做作，而且也不去迎合谁。比如说舞台上我也会学习兰花的那种洒脱的那种状态，能够吐蕊放香，能够绽放出最好的自己。我觉得哎，这就是兰花给予我的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我的学习的一个经历跟大多数的人戏曲演员是截然不同的。我原来是在宁波工程大学念的是计算机信息管理，就念书的时候呢，我反正对文艺也挺积极。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之后呢，我参加了宁波小百花越剧联谊会，我们那个会长把我带到了一个老师的地方，就是周云娟老师。周老师看到我第一眼，他说哇，这个男孩子我认识，他说当年他参加比赛我倒觉得他还挺好的啊，就想问你这句话愿不愿意。所以当时我大学毕业了，也已经开始上班，有的时候也在思考自己的一个职业。所以当周老师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真考虑了一下。我爸爸特别开明，他说你愿意你喜欢我们一定支持，可能进团之后的日子就没有如我想象当中的这样，就啊可以上舞台成为一名戏曲演员那么的顺利。成为一名戏曲演员太难了，成为一名优秀的戏曲演员难上加难。因为我不是专业出身，唱念做打他对你都有综合的要求，那我肯定不能够达到。所以有一段时间也比较彷徨，比较犹豫，比较失落。我们的团领导他就说，建勋，你最缺的就是到戏曲学院里面能够系统的学习一个戏曲的一个城市的规范的表演。进了中国戏曲学院，那我觉得真的是我这个从艺的一个生涯当中是最最最最宝贵的这四年，就像一颗海绵一样的浸在里面。而且我也学了很多其他剧种的东西，比如说学了昆曲、京剧，还有川剧，各个剧种都学习。我觉得海纳百百川才能够成其所广嘛。从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回到了浙江越剧团，等我来的时候很多戏也不在我身上，那么又开始进入到下一个失落的点、彷徨的点、犹豫的点。当时就有同学问我，这么多年下来你觉得你做出这个选择你后悔吗？同学对我的评价说，我们是生活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而你是生活在梦想当中的。2019年我得到单位的领导的一个任务，就是说让我临时的去演我们单位的一个戏《长乐宫》里面的主角，应该说是我人生道路上进团之后的第一个，就是担当男主的第一个大戏。因为是顶上去的，所以从排练到配音到演出总共只给我3天的时间，非常大的压力。那么匆忙的时间上去了，白天过一遍，晚上就直接面对观众演出了。整场演出都比较紧张，心情也忐忑，就怕出点什么错。但是让我很欣慰很感动的是，那一天有一个老师在我演出结束之后出现在我面前，他就是当年引我进单位的周云娟老师。浑身是汗下来之后
他为我在查看有一张照片，有这么一个老师能够关注着我，帮助着我，提携着我，一路带领着我成长，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当时他把我招进团的时候也遭受了一定的非议，其实周老师他其实比我更希望看到我能够站在舞台上能够成功。我坚信只要踏定完彩吉祥，我们的注定一生总将以极其鲜明而光辉的贡献屹立于世界一生之力。幽兰逢春应该说是我进单位之后是自己独立创作的一个大男主的一个角色。赵松廷老先生他是一代江南敌王，我演的是他整个一个人生的一个故事。赵老师他对自己啊，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做敌意春秋，他里面给自己的自序里面有一首诗，历尽崎岖路，求来坦荡心，苍松千万树，无语却知音。虽然赵老师是讲了他自己的一生的一个感悟和心境，我觉得到现在来讲，我觉得跟我还是比较贴的。坎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放弃。赵老师的知音是苍松，我想我的知音就是我现在热爱的舞台，我也要继承赵老师的这样的一种心境，守住我这方舞台，守住我的初心。Yeah.